像个小猪般卑微，认输不公不义，不屑不理。我的动脉流着骄傲的血液，注定做个大皇帝。了解上古定理，这个游戏在意的不是球星，是梦里的蚂蚁，放下手小丑般卑微，认输不公不义，不屑不理。我的动脉流着骄傲的血液，注定做个大皇帝。了解三国定理这个游戏，在意的不是球星，是梦里的蚂蚁。放下手笑一声上青天，在狂风雨我畏惧，哪怕路途多遥远，不是无敌人绝不放弃。尽管夜里多少泪，总一曲别离别的草原，英雄江山我爱你，只是做自己16岁的寿诞呢，对、啊，非常的荣幸。您要不要给他送上个祝福？祝台北沃克16岁生日快乐，Happy Birthday！ 哎呀，皇上，您选声音挺好听的。是，谢谢。好了，燕韵，嘿，感谢你哈、哦，来这边呢，这个热烈的送上祝福。是，对呀、啊。不过呢，我知道今天很多人是为了听你唱歌而来的。哦、上次跟你一别，好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哦。哦，对啊，就对啊。比较忙一点，最近在忙什么啊？比较劳碌奔波、哦、啊。最近在比较跑校园，嗯，然后一直，尤其是一直往中南部的地方跑，哦、所以，对，北部的朋友不好意思。嗨谁哈？不过呢，回来了啦。对，都是经纪人的错。对，就刚好最近接的都是中南部，所以我就是，像我昨天也是回家，嗯、我来台北做了2天，然后又要去。嗯
一个礼拜。哎呦，真的是很辛苦哦。不过我知道说陈彦宇师姐你这个创作能力哈、哦，能量可以说是源源不绝，很丰沛。谢谢。最近又写了几首歌。最近哦，其实没有很多首，但是有写出很厉害，有写出，我自己觉得非常满意，就是每一首歌都把第一张的每一首歌都推翻掉吗？推翻掉。哎呦，对，所以感觉那个创作指数又往上提升，对对对 up 很多咯。对 ，OK， 所以呢，这个今天感谢陈彦宇来，然后呢。讨厌的经纪人要帮你拍照啊！没有开玩笑，没有开玩笑的啦，经纪人很棒，好辛苦的。好，来跟现场的大家，对，背对我们的歌迷，下去吗？下去。对，一起来拍一张合照哦。左侧先拍一张，是不是？来，大家一起祝台北 Walker 生日快乐！谢谢可爱的粉丝，感谢陈彦宇。哦，来来来，舞台中间拍一张，把你的这个手吼高高举起来。感谢人气越来越高的彦宇呢，今天也呢特地出席台北 Walker 16岁的生日 party， 谢谢哇，感觉超开心，好哟，好哦，这边也要吗？谢谢彦宇辛苦了哦，这边再补一张吗？哇、哦，经纪人呢各个角度哈、哦，绝对帮大家捕捉到最完美的照片，感谢哦，谢谢哦，真的也哎。这个女孩们的这个尖叫声哦，此起彼落哎，真的哎、欸，所以我还是要问一下啦，你平常喜欢吃台北 Walker 介绍的哪一类的食物啊？还是你都吃？我什么都吃，因为我这个人是就是能吃就是福，真的，所以呢能吃能睡就是福，因为宣传期真的很忙，是倒下就睡了。因为我最近刚好是有在写一首歌，然后。因为哎，稍微透露一下，因为我在研究那个叙利亚难民的那个故事，所以我最近就突然就觉得，只要有食物吃就很开心了。真的耶，我觉得那个创作人可以代表我们，把很多的心声，把很多这个社会现象给写在歌曲里面，真的很谢谢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这个大皇帝呢，刚刚唱完了非常痛快的一首歌，接下来将稍微转换一下情绪哦，转换一下，但是也是一个带着一些勇气去前进的一首歌曲。陌生的地方，欢迎陈彦宇，谢谢。
眺望陌生的方向，迷路的鱼困在记忆里的海洋。那一个属于你我的天堂早就遗忘，可是我的肩膀还残留谁的伤，曾经靠着来着念着不放。我飞到陌生的地方，筑一道墙，筑一个不再想起你的家，听着流不怕就好好的收藏，埋在最深的地方，最熟悉却陌生的地方。我飞到陌生的地方，不再妄想那一颗属于你我的天堂早就遗忘，可是我的肩膀还在留谁的伤，曾经靠着来着念着不放。哦，我飞到陌生的地方，筑一道墙，筑一个不再想起你的家，听着流熟悉却陌生的地方，陌生的地方，谢谢大家。谢谢陈燕，拜拜。最后一张海报，最后一张海报，送出去给陈燕。谁叫最大声，就把海报送给他。谢谢。谢谢燕云。这个好行程满档，是要记得抽空来好好的休息一下。